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我来自中国西北农村，我今年34岁，2023年底辞职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，打算一边做视频分享一边找工作。今天听西安灞桥区附近有大型庙会，准备去看一看。我在地图上搜索了一下灞桥区的老东庙庙会，大概距离我40千米，坐地铁能够直接到达，总共需要坐22站，大概需要1个小时20分钟，路程花费是6元人民币。在大陆坐地铁基本有4种买票方式，第一是用现金直接地铁站的窗口买票即可，第二种是用支付宝出行页面扫码付款就可以，第三种是使用微信扫二维码付款。如果是要在西安旅游，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乘车码即可使用。第四种就是使用公交地铁卡，这种一般是需要身份证实名认证才可以购买。如果是境外游客，推荐使用第一种，直接现金买票。目前西安的地铁线路已经全部覆盖城区，出行坐地铁在市区内旅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出了地铁口不知道往哪里走，碰到一位大爷问问路。这庙会是几天？十天，就没有跟他就完了吧。哎，你人多不多？这不多，这个那会这几天不多。这几天不多啊？正会多，正会2月2日。正会是2月2号。哦，那咱这人这人都过不去。啊，一年是10天啊。一年5天3天，一年都10天。你要说我在外卖啥，还给俺我租金呢。哎呦，我租金一个摊位多少钱？1500，10天，1500。哦，那今年光会人多还是少？那个多吗？今年特别多。你这地铁坑了，地铁全把我城西、城北、城南都拉来了。哦，方便吗？啊、哦，我开了回去就搁上，你到地铁把你送到门口。我现在你打车红绿灯，要到那个1个小时。在你这儿去逛来吗？我在床上，我挨屋子了。哦，在放床下班，那才出来。你才下班啊？你是干啥工作？这人才下班？那啥，就先拉垃圾桶。拉垃圾桶？啊，拉垃圾桶一个月多少钱？一个月有休假吗？没有，没有休假，每天都干。啊，过年都三十头一周。哎，不过还好，你这年龄呢，寻个工作也不容易。容易，我这干40年了，没离过。40年了，这马年不干了。那你这都马上退休了？我70，我农民。70岁吗？啊，农民。那月干嘛都不干了。那后面还给你发工资不？不是，这是低，比人家还降少点。少点，我这儿没离这儿，咱看这有啥补赔偿？有啥补偿呢？啊，就是的，都干几十年了。啊，没离过。年轻人28、29多，就是。那你一天干多长时间？还得去时间拉个六件，车来9件，再把垃圾桶送。啊。现在又就是又杂活呢，还拉个铺盖。一共一个月给你1000起。不多。哦，那都不多。不多。把你能雇住就行了。啊、哦，行。往东走。搁东口嘞。哪上大路了，上一个门楼。对，好，行，谢谢啊。这边是扎糖糕的，外面用的是糯米粉，里面裹的是红糖或者黑芝麻、白糖等馅料，热油炸锅之后非常的软香绵密。这个糖糕应该属于我们西安的特产，一般卖的也不贵，一个1.5元。这种黄色像是面条一样的东西叫河洛，一般有黄色和咖啡色两种，是一种盛行于中国大陆陕西、陕西等地的面食。河洛是将荞麦面粉、高粱面粉、玉米面粉或其他杂豆面粉和软，用河洛床子把面通过圆眼压出来，形成小圆条。河洛比一般面条要粗些，但比面条软，食用方式和面条差不多。我们当地的老人特别喜欢吃河洛，年轻人已经不太喜欢吃了。这种散装的是5元1斤，饭店的话一般是8至10元一碗。因为是用粗粮制作的，吃起来饱腹感比较强，深受减肥爱好者的喜欢。这是乾鲜锅盔，是陕西西安地方传统小吃之一，以圆形为主，锅盔里面层次分明，口感筋道，
享纯浓郁。前鲜果葵一档低效麦面粉为主要原料，并配以芝麻、石油、盐等制成，具有耐挤、耐煮、携带方便的特点。前鲜果葵最初是修筑乾陵时工程浩大，征集的民工和监工的军队数以万计，每日需要大量饭食，一丝难以制作出来。于是当地农民便用头盔烙饼一应急需，这样烙出的饼形似头盔，所以就叫果葵。这种果葵香味异常，既耐挤又久放不馊，颇受民工和士族的欢迎。后又经不断改进，延续到今。我还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，为了省去饭钱，我妈妈每周都会给我做一个大果葵带去学校，泡着热水吃。这种黄金甘蔗10元一根，比前一阵4元一斤要便宜不少。还给薄小皮和且快。我们这里的甘蔗全部来自于广西地区，温度高，甜度好。老板舍光庙会的人不少，但是都是只光不卖的人。还舍好多摆摊位的老板连摊位费都没赚回来，亏本了。这里是卖小宠物的，小金鱼10元一条，我上次买了一只回家，第二天就死掉了。乌龟不管大小都是10元一只，那种彩色的乌龟看起来像染色的。还有这种小老鼠也是10元一只，旁边有位大叔说这老鼠放在过去紧打都来不及呢。兔子35元一只。这里还有卖青叶子的，我们这里的叶子都是来自海南省。这种叶子是10元一个，喝起来甘甜可口，真的解渴。这边是卖荞麦壳枕头的，20元一个枕头。旁边是卖这种果燥用具的，在这里我要隆重介绍一个东西，就是这种罗罗，就是蒸陕西凉皮用的面皮罗罗，只有本地有卖的。总共说给你5块钱，你都别整一下这个，我总共给你5块钱，你开心不？行行行，这准8两。好了啊，5块钱。3把2块4。好了啊。好好好。5块啊，5元。那个老我刚交的。2块4。2块4交个2块6。啊，剩2块6。不几两？我不知道，你多少钱一斤？啊？你多少钱？你抽半斤。5块钱一斤，可以半斤，半斤就行了。十分便宜，就是。我特别大的去了。一共8块。这种草莓是15元一盆，一盆大概有3斤左右。过年的时候，草莓卖50元左右一盆，现在这个季节便宜了。这种草莓来自我们当地，我们当地有很多浙江人在种植。我买了一盆，吃起来很甜。今天这个庙会基本逛完了，人不是特别多。看这里卖八桥臊子面，刚好到饭店了，来一碗臊子面。10元一碗。臊子面属于我们西安的特色面食，一般就是用猪肉炒成臊子肉，再放入韭菜、葱花调成料汁，浇在面条上，一般是只有过年过节才可以吃到。在我们农村，孩子满月、结婚、丧葬等这种比较隆重的节日都会吃臊子面。这家吃的这种不是特别正宗。这就是我今天的战利品，总花费33元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做影片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，欢迎评论。